一把不错呀，还匹配到氪金奥特曼。这谁呀？也太穷了吧，连个皮肤都没有。他叫大圣，是奥夫的人类儿子，他是游戏大神，能带我们吃鸡。游戏大神连个皮肤都没有，快踢出去！哎呀，手滑，游戏开始了。你已进入刺激战场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嗯，我跟你说好了，你听到没？我要是死了，你就做不了特斯拉了。不，我才不稀罕做呢，输赢才是最重要的。像你这种菜鸟一样的水平，装备给你，你会用吗？别吵了，我们还是先继续找装备吧。哎，那不是黄金跑车吗？还真是黄金跑车，哈哈，我的了。你那个穷鬼连皮肤都没有，黄金跑车你会开吗？要你管！哎呦我去！谁让你抢我们的车？银河，你干什么？大圣他是我们的队友啊，你叫他干嘛？哼，谁让他抢跑车的？挡我路的人都得成佛。兄弟，上车。太不讲武德了！什么情况？车怎么爆炸了？救命！车里有炸弹，这是个陷阱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年轻人，出门在外要记得讲武德。别说了，我们进去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